同志啊，你找谁呀？大妈，你真有意思，你啥记性啊？咱俩不刚才定好的吗？演戏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这是啊。第一句那个啊，对，大爷你好，我是你儿子王强的同事。啊，我儿子的同事来了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儿子没回来，同事来了也挺好。哎呀，啥呢？挺有意思，少白头啊。哎呦妈呀，耍刺儿，耍刺儿。说点啥？说啥呀？我都忘了。不怕，我老板耳朵背，你听不见吗？啊，那个您儿子让我给你捎个话啊，他有任务回不来。回不来了，菜整多了。你把这个月饼烧上。对，你儿子要拿月饼削你。怎么着我不是，他是说啊，你先喝水，你先喝水，你别说话了哈。那个老伴儿啊，儿子把月饼烧给你，不是削你。他刚才说的好像是削我。他不敢，他不敢，他。你在单位是什么职务啊？理疗师。理疗师？不是，喝水，喝水。老伴儿啊，这个小样啊，他姓李，名字叫廖石。李廖石。这名起得好，没事聊聊诗，还有远方哈。当几年警察了？我哪的？大娘，你这是不是坑人的吗？我这冒充警察是事儿大的。你们俩嘀咕啥呢？啊，我是这个就是当过警察，当好年了。对对，过节嘛，穿便衣出来溜达溜达。对。